好，我们接下来介绍 CIB 健康八件组里面哈三个灵魂产品。第一个呢是我最喜欢哈，尤其效果非常彰显的一个泥王。哈，泥王是八件组里面哈一周只要使用1到2次的一个深层排毒的护肤加强产品哈。那它里面的一些主要的元素呢，当然是精油哈。那精油里面第一个，我们来介绍一个。精油三宝里面的最强大的一个薰衣草，那薰衣草在心灵上能够安定情绪，这是大家众所皆知的哈。对失常的心理状态呢有正面的效果，那可以平衡中枢神经，对惊慌和沮丧的状态很有帮助哈。对心脏有镇静的效果，而且可以降低高血压、安抚心悸哈，改善失眠状态的功效早已闻名哈。当然，它还有止痛。呼吸系统呢，可以处理支气管炎、气喘、黏膜发炎，还有感冒哈。那妇女月经的问题呢，可以促进分泌作用哈，然后作用在反胃上面啊，呕吐啊、绞痛，还有胀气哈。皮肤上面呢，只可以刺激再生，然后平衡油脂分泌哈，对所有的皮肤状态都很有价值。然后治疗灼伤和晒伤的功效。也是明文遐迩的哈，那当然它还可以改善面疱，然后湿疹还有干癣的问题，然后治脓肿哈，抑制霉菌的生长哈，使得那个肿胀、疤痕啊，还有坏疽哈，减至到最低的程度，是很好的护发剂，对秃头也有些许的帮助哈。这是薰衣草的部分。好，那里面还有一个主成分是德国洋甘菊。德国洋甘菊在心灵上面可以安抚哈，安抚我们的心情，然后可以疏解焦虑啊、紧张，还有愤怒跟恐惧哈，使人家放松、有耐性哈，还有感觉很非常的祥和，减轻我们忧虑哈，让心情可以平和，然后对失眠也有些许的帮助，生理上可以改善我们的肌肉疼痛，镇定各种的疼痛哈，还有规律我们的经期。使我们胃部呢舒适，改善持续的感染，还有皮肤疗效呢，可以减轻烫伤啊、水泡、发炎的一些伤口哈，然后改善那个湿疹、面疱，然后疱疹，还有超敏感皮肤跟有一般的过敏现象都可以使用它哈。当然，它可以增进弹性哈，对干燥易痒的那个肌肤非常的效果非常棒哈。消除浮肿啊，强化组织是非常优良的皮肤净化保养品哈。第三个精油是薄荷哈，那薄荷我们在这边使用的是胡椒薄荷哈，然后清凉的属性可以安抚愤怒、歇斯底里还有恐惧的状态哈，对疲惫的心灵还有沮丧的那个情绪功效非常的好哈，对身体有双重的功效哈。当你热的时候，它可以清凉下来。当你冷的时候，它可以暖你的身体哈，因此是治疗感冒的一个良方，所以能够抑制发烧，还有黏膜感染发炎，还有促进排汗。皮肤疗效呢，它就可以借着排除毒性积淤积的一个阻塞的现象，可以改善湿疹啊、癣啊、疥疮，还有瘙痒哈，还有同时可以收缩我们血管，然后清凉疏解发痒哈、发炎还有灼伤。可以柔软皮肤、清洁黑头、粉刺，对油性发质还有肤质哈都极具效果。好，那再来，我们除了精油以外，我们还有用到一个金盏花的浸泡油哈。那这是植物油的一种，它有消炎、促进愈合、使皮肤好柔软、软嫩哈，烧伤和伤口的护理也很好哈。那这个伤口护理呢，我们可以。特别指为那个乳疮哦，就是老人家他趴太久的时候哈，没有翻转的时候，他会容易长的褥疮哈，它也是褥疮一个理想的选择哈。那还有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成分是美国芦荟哈，它芦荟中的品种最常见的就是美国芦荟，它还有促使那个细胞再生、加速伤口复原的一个成分哈，对于烫伤啊、灼伤、晒伤，好这些问题毛病都有很有疗效哈。那芦荟有安抚中枢神经的一个作用，具有镇静的功效哈。那芦荟叶片表皮还有韧肉在那个叶肉之间哈，有一种称为芦荟素的一个环状组织，它刺激肠道蠕动的一个效果很好哈。
那芦荟中还有很多那个糖类的成分哈，具有抑制癌细胞的作用哈。当然，这个癌具有那个癌细胞治愈它的那个作用，它的那个含量很小了，很微小了哈。那再来一个精油是迷迭香哈，活化脑细胞，使头脑清楚，还有增强记忆力哈。这是迷迭香很闻名的一个疗效。那它可以同时改善紧张的情绪。还有致闷哈，还有那个嗜睡的一个现象，它可以使我们脑部跟中枢神经充满活力哈。那头痛啊，偏头痛哈，就会一扫而空，而且它会改善晕眩，是极好的那个神经刺激品哈，也是同时是止痛器哈，止痛剂哈，还有珍贵的强心剂，它会使我们血压恢复正常，然后调理贫血的一个效果，还有改善感冒啊、气喘啊。慢性支气管炎，还有流行性感冒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精油哈，而且改善肝脏的充血的现象，减轻肝炎和肝硬化跟胆结石哈，增强消化功能，改善消化不良，还有胀气跟胃痛哈，舒缓月经绞痛，改善流量过少的问题也是很有名的哈。那力量的属性呢，就有助于经期中水分滞留的一个症状。它对蜂窝组织炎还有肥胖症哈，也有非常好的效果哈。然后呢，这里面还有广藿香哈，那广藿香在心灵上可以让人冷静面对问题哈，眼光会更为那个客观哈。最大的特色哈，那个广藿香最大的特色是它的聚合作用，它有收敛和促进伤口结疤的一个属性哈，特别有助于过度结石引起的皮肤松垮。还有抑制胃口、利尿功能，对水分滞留，还有蜂窝组织炎，非常的有帮助哈。平衡过多的那个排汗量，明显的可以除臭哈，强化中枢神经系统，因此和那个增强性欲会有一些关联。可是它不会太刺激，也不会太过镇静哈，可以营造我们平衡感哈。好，再来一项的话，精油是百里香，百里香的话可以强化神经，活化脑细胞。可以提高我们记忆力，还有注意力，哈，强化肺脏，然后治疗感冒啊、咳嗽、止痰，是相当热性的一种精油，哈，可以刺激白血球来制造，那协助身体抵御疾病，哈，所以也益于我们的免疫系统，哈，对循环也有帮助。它用于风湿啊、痛风、关节炎，还有坐骨神经痛，哈，激励与利尿的特性是可以帮助排除尿酸。用来热敷和减轻痛苦的关节肿胀，还有止鼻血哈，振奋消化系统是小肠的那个抗菌剂哈，同时胃部感染性疾病疗效也特别优越。然后皮肤系统呢，则是头皮的一个补药哈，它对头皮屑和抑制落发非常的有效哈，可以使伤口啊、疮啊、湿疹哈早日康复哈。这是我们。基本上这里面那个泥丸里面很多的那个精油成分的几项哈，再下来我们讲到绿花白千层，好，那它心灵上有激励，还有复苏，使头脑清醒，注意力集中哈，身体上有刺激的组织，然后那个促进局部那个血液循环，加强白血球跟抗体的一个活动力哈，协助身体抵抗感染哈，所以疾病初期最适合选用那个绿花白千层。来增加抵抗力，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哈，对呼吸系统有决定性的一个影响，改善胸腔传染病，还有调节肠功能，处理那个泌尿系统的疾病哈，对风湿还有神经止痛非常有益哈。对皮肤呢，则有紧实组织，处理面疱、粉刺、溃疡、灼伤还有割伤，清洗受感染细菌的那个伤口哈。它也有非常有效哈，绿花白千层。接下来跟它属性很像的茶树哈，它也同时可以那个使头脑清新、恢复活力哈。茶树最重要的用途是帮助我们免疫系统哈，抵抗传染性的疾病，然后策动白血球形成的那个防护线，来迎战入侵的生物体哈，所以缩短患病的一个时间哈，是是一个很强效的一个抗菌一个精油哈。茶树本来就很出名的哈，抗菌。然后它用排汗的方式呢，将毒素可以除出体外哈，
在开刀的前面呢，可以用茶树按摩，有助于强化的身体哈。那开刀后呢，也可以使用它来安抚我们惊恐的一个情绪哈，强劲的抗病毒跟抗菌杀菌的一个那个治疗的那个持续性感染哈。那抗霉菌特性可以清除阴道的念珠杆菌哈感染，对生殖器官感染很有帮助哈，也可以净化我们的尿道，改善膀胱炎，还有解除我们身体生殖器跟肛门的瘙痒哈，那也可以舒缓一般性的瘙痒，还有水痘啊、昆虫叮咬的一些红疹哈，对皮肤净化的效果也是非常棒的哈，它可以改善伤口感染的化脓现象，清除水痘啊，还有解带状疱疹引起的那个小痘，还有不洁的部位哈，可以应用于那个灼伤，还有疮，还有晒伤香港脚哈，也可以治疗头皮过干，还有头皮屑的问题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个香桃木的精油，它可以安抚愤怒的情绪，然后也有显著的那个净化功效，对我们肺部异常非常的有用哈。夜里如果伴随盗汗的那个症状，可以带来安抚的那个安稳的睡眠哈，抵抗潮湿，还有那个我们的泰山那个支气管哈黏膜发炎哈，还有鼻窦炎啊，这些东西都可以来使用香桃木治疗哈。那抑制感染会相当有效，它调节生殖泌尿系统啊，减轻痔疮啊、腹泻还有痢疾的一个困扰，抗菌的属性还可以改善我们膀胱炎还有尿道炎哈，是子宫极佳的一个补药哈。对皮肤抗菌的收敛的特性呢，可以净化阻塞的皮肤，进而消除粉刺还有不洁的一些凸起物哈，也可以驱散淤血，改善干癣或落屑的一个外观哈。这个是香桃木的部分。好，那泥王的里面的精油哈，实在是太多了哈。我们再来讲另外三种哈，一个是鼠尾草，那鼠尾草对神经有镇静的效果哈。那因为能够舒缓那个副交感神经，适用于疲惫啊、沮丧啊，还有哀伤的状态的时候，它可以使用，它可以使我们反应比较快哈，明显的增强我们记忆力。生理上呢，对生殖系统也有益处哈，因为和雌激素非常的类似，所以它可以调节我们月经的一个周期，帮助大家能够受孕哈。那对更年期问题、贫汗呐、也有帮助，也可以治疗那个念珠感染哈，消化系统一个补药哈，它是有助于改善胃口不佳的一个状况，改善便秘啊，帮助尿液的流动哈，对水分滞留还有肥胖症能够发挥我们的效果，然后促进淋巴的流动哈，对循环系统也有净化的功能，明显可以提高那个过低的血压。那在皮肤上呢，它则有益于那个割伤或其他的伤口的止血，然后促使形成那个结疤，对毛孔粗大也有帮助哈，湿疹啊、干癣啊、溃疡都可以获得改善，给予暗沉的那个发色光亮哈，这是鼠尾草的部分。好，再来一个就是马玉兰哈，马玉兰是个很百用的、很百搭的一个精油哈，建议大家随时可以放在身上哈。它对神经系统有安抚的作用，让舒缓焦虑啊、压力，甚至深层的心理创伤哈。而且它是温暖情绪，对过度活跃的人哈是优越的一个镇静剂，生理上是非常实用的一个精油哈。它可以处理肌肉酸痛哈，特别有效。然后尤其是月经异常还有消化问题带来的下背部的疼痛，它可以帮助风湿痛还有肿大的关节哈，能够影响血液循环，然后也能够扩张动脉还有微血管哈，使血液上通哈，心脏的补药能够降低高血压，放松效果有助于改善我们的头痛、偏头痛和失眠哈。那安抚消化系统的效果相当闻名哦，有助于胃痉挛、消化不良、便秘、胀气，还可以帮助身体排除毒素、预防那个晕船啊，还有晕车、皮肤疗效可以消除淤血，因为扩张微血管后呢，血液就可以流通嘛、那最后一个是欧洲赤松、欧洲赤松可以净化空气、这是几千年来他们在盖庙的时候呢，或者在做一些给神的那个住所的时候哈，它会使用的一种那个精油哈，所以它有净化的效果，然后驱痰，可以使这个支气管畅通，还有呼吸道那个抗感染哈，特别适用于那个支气管炎，
还有喉炎啊、鼻炎，还有鼻窦炎，还有咳嗽哈、啊。那甚至还有激励荷尔蒙的一个效果，可以产生天然的咳体松，作用于肾上腺啊、甲状腺啊哈、啊，还有具有提振精神的一个作用。在疲劳的时候呢，血压下降或者过度劳累的时候，甚至精疲力尽的时候非常有用哈、啊。那还有消炎的特性哈、啊，可以缓解关节炎、风湿病，还有肌肉疼痛哈、啊，坐骨神经痛，还有疏解充血的那个作用，还有帮助男性射护腺充血，还有女性生殖系统充血的问题哈、啊。那活化皮肤的作用呢，它对疲劳肌或者受湿疹或牛皮癣之苦的一个皮肤都有益处的哈、啊。这是欧洲刺松的部分哈、啊。